今天晚上我们灵恩会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眼看时系是难。我们基督徒啊，神的旨意对我们在座每一位来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虽然神的旨意有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甚至很多人的经验有时要等候一段很久的时间，必须我们经过一段人生的历练之后，我们才能够多少知道神的旨意何在。尤其是在人生的路程当中，逆境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些不顺心的时候，这一些让我们觉得痛苦难当的时候，这些事情有时候让我们在那当下更难去理解神的旨意。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再继续思考。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十三节开始好了。在中文和合本旧约七百一十页，旧约七百一十页中间下面十三节，小弟来念。七百一十页，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十五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六节最后这几个字，就是今天小弟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眼看时系为难。我们再从十三节继续再来思考，这个做事的人他在讲什么呢？他说我实在是白白的啊，突然就是没有用都白费了，洁净了我的心，我白白的洗手表明无辜。所以十三节里面表达了一个圣徒在近两千多年前的这个圣徒的里跟外的状况。照理说心要在神的面前维持洁净，洗手表明无辜，就是从内到外我在神面前对神都是没有亏欠的，我今天都是照神的吩咐来过生活的。那请问大家，今天如果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同龄，他从内到外都一直在追求神的教导跟吩咐，你知道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去勉励他？你会怎么样去跟他讲呢？我们通常一定会讲说，哎呀，感谢主，你这么做这么行啊，主耶稣一定纪念你，保守你，祝福你。请问大家会不会这么讲？可是事实，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这么简单吗？不是的。所以这个做事的人他面临什么状况？他真的从里到外一直要遵行神的吩咐跟真理，过着敬虔的生活。可是十四节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啊。为什么前面他会说我这些都是白做的呢？我从里到外在神的面前一直要遵守神的道理，我这些都是白做的。因为他事实上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跟咒诅一样啊，比那些不信的人还惨，对不对？看到十四节，整天遭灾难，每天早上起来好像就是被神惩罚一样，怎么会这样子呢？不是神要祝福我吗？神要赐给我恩典吗？让那些其他没有亲近神、没有相信神的人从我身上能够见证到神的荣耀才对吗？各位，信仰就偏偏常常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这么单纯的因果论啊。我们再继续看十五节的经文。可是这个做事的人怎么讲呢？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什么意思？这一个诗人他说，对啊，我前面是我内心的感受，因为我遇到的时光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照前面那两句话真正这样讲出来，我到神的会中，神的会中，什么叫神的会中？十五节下面你的众子指的就是当时神的百姓啊，也指的是今天在座各位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啊。如果我到神的百姓当中做这样的见证说，哎呀，心中保持清洁，洗手表明无辜，这都是白做的，因为这不保证你在生活当中就会一帆风顺。大家理解吗？这个诗人十五节说，如果我这样说，那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什么叫奸诈？我就是在欺骗你的百姓，欺骗神的百姓啦。可是他内心这样想，他实际生活上遇到，
他的信仰跟信心又不容许他讲这样的话，所以才会有十六节。我们看十六节，做事的人怎么讲呢？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照着这做事的人敬虔者的智慧，他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的信仰生活，明明应该受到神的祝福，明明应该蛮有神的恩典，可是在别人看起来跟不信的人差不多，遇到的事情也是一样。十六节最后，眼看时系为难。讲白话一点，什么叫眼看时系为难？就是用眼睛看来，实在好难啊，实在是难啊。所以这个诗人他在苦难逆境当中也承认有人的智慧当下所不理解的地方。在过去十几年传道的生活当中，小弟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跟我讲了，他们讲这么一句话，他们说，只要主让我明白今天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为什么要遭受大家所讲的这种试炼跟苦难，主耶稣先告诉我，告诉我未来怎么样，我也更甘心乐意来遵行他的吩咐跟安排啊。大家是不是想过这件事？当我在苦难当中，如果主耶稣先告诉我，今天你这个苦难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你这个苦难到何时会为止，我想我们都会更乐意来遵行，不是吗？可是请问，我们当中几个受试炼跟苦难的，有主耶稣告诉过你，你的苦难到何时为止，为什么要让你遭受这种事情？小弟听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这么想的话，只要主耶稣告诉我，只要神仙告诉我，那我告诉各位，我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难过。因为圣经里面以及从我们的体验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们至高的神没有义务让我们明白他行事的所有心意跟原因。神没有义务让我们先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想想约伯记里面的约伯，是不是他遇到的那些事，神有先派哪一位使者来告诉他吗？这就是神的至大，这就是神的全能，这就是我们要敬畏神的原因。所以眼看时系为难，指的就是在神的安排跟旨意之下，人所难理解跟想通的那个时刻。我想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会常常有这种处境。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几个例子，进一步来思考。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五章的一到七节。小弟很快的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事迹念过一次。路加福音五章一到七节，新约圣经中文和合本83页左下角，83页左下角。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第七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阿们。好，小弟很快能念过这个情境，大家把那个情境活化在自己的心中。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当中很多很熟悉这个故事的童年，心中可能想说，哎呀，传道这是在讲神迹啊。是的，这是在讲神迹。但是除了神迹之外，我们还从这一段故事里面看出了什么吗？我们想这故事里面有几个人物，在其他所谓的对观对比观照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记载。这里面出现了几个人物，包括彼得跟安德烈，包括雅各跟约翰，这就是当时在这船上的几个渔夫。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两个人都是渔夫，约翰跟雅各也是兄弟，两个人是渔夫。所以照理说起来啊，这两对兄弟当时在耶稣身边在船上的这些人，打鱼是他们的专业，大家理解吗？我特别用专业两个字，2000年前没有的字眼，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是他们的生活的工具，他们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以上了，他们用这来过生活。所以既是他们的专业，对于这几个渔夫来讲，要怎么划船，划到什么地点去，
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下网打鱼可以有收获，没有人比他们更内涵。我们想想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专业，我们学习了这么久，神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有多少，我们也靠着这样赖以为生，甚至有许多的尝试来过生活。对于这几个人来讲，这两对兄弟来讲，打鱼是他们的专业啊，是他们最懂的事。即使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对于格尼撒勒湖，也就是所谓的加利利海这个地方这个区域抓鱼，没有人比他们更内行的。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人啊，这个人不过是一个经师，是一个文士，是一个讲道的老师，就是这一位耶稣。他是渔夫吗？他可能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打过鱼，以人的眼光来看。耶稣来了，却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大家在读这一段事迹，有没有觉得耶稣讲的话很奇怪？如果没有去做圣经地理背景的查考，可能不知道奇怪在哪里啊。可是去做背景查考的话，你一定会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话超奇怪的。怎么奇怪？可是当我们唱过赞美诗之后，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赞美诗里面有一首开船入深海洋，还记得吗？深海到深海洋干嘛？去玩啊，是去抓大鱼，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如得人如得鱼，要开船入深海洋。可是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赞美诗的背景挪到当时的加利利湖旁边、加利利海旁边、格尼撒路旁边，这句话是个笑话。因为到现在还保留了2000年前捕鱼的形式，不是以捕鱼为专业，而是在赚观光财。他们知道世界各地每年啊，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人可能比较少，可能每年到这个地方去参观的人有数百万人，有上千万人，都是要看看当初使徒跟耶稣怎么过生活的。于是他们保留了2000年前抓鱼的方式、渔猎的方式，然后一个无锅鱼，就是彼得鱼，可以卖你台币800块。到现在在那边抓鱼的人依然用2000年前没有进步的方式在抓鱼，他们都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抓鱼最有效，就是要在半夜水浅的地方。可能那边的鱼怕生，可能因为半夜的时候湖面才有小鱼，可能他们怕热，可能因为种种缘故，所以那边鱼的性质就是要在半夜水浅的地方才抓得到。所以我们从经文都看得出来了，有没有？我们再看一次第五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5章第5节，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所以当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对于彼得听起来，各位想想那个感受哦，你们都有你们的专业，对于彼得这个专业人士来讲，这一个指示是完全违背专业跟生活常识的。你要把那个感受记在心里啊，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你可能读起来只是一秒钟就读过了，可是对这个专业人士彼得来说，对这两对兄弟来说，耶稣的指示是完全违背生活常识跟专业。因为应该是半夜没有亮光的时候到水浅的地方去，而且我们照着我们专业来操作，昨天晚上还什么都没捉到，所以当这在那边听耶稣讲到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在担心下一餐怎么办。知道万人之心的耶稣基督，他在讲道当中也没有去问彼得怎么一回事，可是他就知道后面这一个船长这个渔夫在担心什么了。所以主耶稣不只关心我们的灵性啊，他也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跟所有的需要。可是问题来了，当彼得接受了这个指示之后，完全违反他的专业，他会照着做吗？我们看到第五节下半节，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相信彼得那个时候跟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已经在表明说，主啊，照理说应该是半夜去抓，我们却什么都没得到。他可能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的内心，彼得的内心，因为神的引导跟感动，一定很快就处理完这个状况。什么状况？这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常常遇到的，就是当神的吩咐跟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所理解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照谁的话来做？是继续照着我的常识跟专业呢，还是要照着神所指示那违背常识跟专业的指示呢？感谢主，我们看到彼得处理得很快，他心中的矛盾他马上处理完了，所以他回答这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不简单啊。这个耶稣他只是一个文士经师，他竟然叫我打鱼，他竟然到我的船上做老大，还指挥把船开到哪里去，这根本不合理。可是彼得他处理他心中的疑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好朋友，你到教会来听到很多的道理，你会觉得别开生面耳目一新，因为这里面很多的道理都跟我们一般在世界上所领受的常识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什么叫做打你的左脸连右脸都给他打，听过吗？什么叫抢你的外衣连里衣都让他抢？什么叫做若有人咒诅你，你要祝福他？什么叫做你还要爱仇敌？甚至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六章七节所说的，还要甘心吃亏，甘心受欺负？这不是要叫基督徒当成一个大傻瓜吗？我们现在的社会外面讲的是什么？是合理，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要适度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可是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一切是那么的不合理，不符合常识，甚至也不符合我们的专业。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主耶稣还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然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一旦在生活上遇上的时候，要执行很难，是不是各位？很难啊。我们要劝别人吃亏受欺负很容易啊，一旦自己无故的被欺负了，吃很多亏啦，我们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去祝福那一个人吗？很难。曾经有一个慕道友对小弟这样说过，传道，你跟我们分享宽恕的道理，我听了非常的扎心，我真的很想照你所讲解的圣经道理去做，但是真的很难。要我去饶恕那些伤害我还不知道反省的人，这简直不合理。另外有一个同龄也对小弟说过，为什么主耶稣要让我经历这样的痛苦呢？难道我没有来聚会吗？难道我不常祷告吗？难道我没有奉献吗？难道我没有常常服侍吗？为什么主耶稣让我们这么敬虔的人还遇到这种事？应该让那些没有来教会的人遇到这些事才对。传道啊，神的安排太不合理了。眼看难不难？用我们感受到的，用我们看到，用我们遇到的，实在太难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感受跟认知到的不合理，这是圣经里面描述了什么大家知道吗？正是主耶稣要我们所背起那十字架的难处，其实就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所说的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啊。各位，十字架不是别在耳朵上，不是戴在胸前，也不是刺在手上的。为什么真耶稣教会好像看不到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在信心里面的，是在信仰里面的。那个十字架不轻松啊，不是在装饰用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那个讨厌地方希腊原文本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绊脚石，大家听过吗？绊脚石啊，奇怪了，十字架不是要带我们上天国吗？十字架不是象征我们的荣耀的恩典吗？没有，在某一个人生的时刻，十字架对我们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来讲，甚至会犹如绊脚石般的存在，因为神安排你接受的是你看不明白也很难的地方。可是主耶稣却希望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身为一个走在旷野路中的基督徒，有时候非常不容易。旷野路就是我们人生的路程，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属灵应许之地。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神应许我们那更美的天家。在这旷野路里面有太阳晒，有风吹，有雨淋，甚至可能有野兽，甚至那路途坎坷难行，不容易。圣经也并没有应许神所安排的所有事情都必须符合我们的期待跟思维，即使你常常聚会，不时的祷告，完全交托神，可是神的安排也不一定都照我们的思维跟期待。大家知道吗？连主耶稣肉体的母亲玛利亚，她也必须学会这件事。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彼得，他面对主耶稣指示那很难的地方，他却必须去执行，
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母亲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请翻开约翰福音二章一节，新约中文和合本127页中间上面，127页中间上面，小弟从第一节念到11节，我们再一次复习这个故事，小弟很快念过。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阿们。好，我们看到了这11节的经文，描写了我们非常熟悉，就是迦拿的婚宴，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故事，这也是一件神迹。但是我们再看一次这里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看到在这筵席当中，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提醒耶稣一件事情。小弟看了几十次，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句单纯的闲聊，大家知道吗？去参加婚宴，主耶稣跟他的母亲还有他旁边的门徒们基本上都是客人啊，所以他们不是这一场婚礼的主家，是不是？不是主婚人。那他们去呀，一般我们参加婚宴又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期待在那边借由宴席吃喝快乐，放轻松，闲聊家常，大家交流沟通。可是大家有没有发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有什么个性？她不只是这样子，她会常常去注意到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在身边的人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她就会主动把这些事情告诉她的儿子耶稣。玛利亚告诉耶稣，难道只是聊聊天吗？哎，你们看好好笑哦，他们在忙吗？绝对不是啊。他说，你看，我们再看一次第三节，他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相信这不是一句闲聊，不是一句聊天，主耶稣把这一句话告诉耶稣，已经是期待他的儿子耶稣对这件事，对婚姻的主婚人这个宴席有所作为，一定是有这种期待的。也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做一个代祷的动作，而且这个代祷还不是当事者发出来的。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她基本上有好撒玛利亚人的特质啊，见到人有需求啦，见到人有困难啦，见到人有烦扰啦，甚至当事者都没有发出代祷的需求，她自己就懂得去找那一位能够施恩典的，能够帮助她的人。可是当主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讲说他们没有酒了，期待他的儿子有一些作为的时候，主耶稣却回复了什么话呢？我们继续看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阿们。各位看到主耶稣讲这句话，会不会觉得满头雾水？不是脑雾啦，满头雾水啊。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用过一些教会里面的姐妹啊，说如果你对你的晚辈讲了一句话，你的晚辈、你的儿子或你的孙子说，阿嬷，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有什么反应？有一位蛮直肠子的姐妹说，我对也讨巴了。感谢主，她不是耶稣的母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面另外一个大道理，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时间、空间都是这一位独一、至高、至大、伟大的神所创造的。本来这一位神是在时间、空间这个观念跟维度之上的，可是当他创造了时间跟空间，也是我们所讲的宇跟宙之后，神在他的计划里面也把自己放置在时间跟空间之下，而且他自己非常遵照时间。大家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重视时间的神吗？每6天要做什么，第7天要做什么，白天出来要做什么，晚上要做什么。在学生灵恩会的时候，我常常勉励说，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准时到教会祷告。他们说，传道为什么？我说，因为你相信的神啊，是一位非常准时的神。
当你说你要提前半小时在会堂祷告的时候，你这个做仆人的都还没出现，主人一定都坐在这里等你来了。那有这个道理吗？主人等仆人来，仆人还没出现。他们说，传道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很守时？我就给他们看约翰福音二章第五节，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请问各位，你继续再看下去，请问这个婚宴可能举行三天三夜吗？请问这个婚宴可能从一个晚上举行到隔天白天吗？这个婚宴再怎么长，也可能是一个上午、下午或晚上，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到底跟他后来行了把水变成酒的神迹差了几个小时，我们无法精确的推论，但是一定不会只差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大家认为呢？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的主耶稣，其实这是约翰福音的一大主题，就是神的时候 Kairos。 但是我们现在不讲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准时到，连早二十分钟他都不愿意，他就是这么准时。所以我们既然是他的门徒，我们当然要守时啊。可是当主耶稣讲完这一句话，他的意思是告诉他的母亲玛利亚说，你放心好了，我自有我的时候，我自有我的行为。接下来我们看到令我们觉得惊讶的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主耶稣这样子来回复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有没有发觉经文里面完全没有记载玛利亚有任何情绪的反应？连我们这个旁观者可能都会做很多的思考了，不是吗？可是主耶稣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做这情绪的反应？因为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个灾醒喝到顶，大家听过吗？你认识一个人的个性啊，你渐渐的了解他的表达方式，他的行为模式以及他心中的决断，你就容易跟他相处。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跟耶稣相处了三十多年啊，他知道他的儿子老是常常会做出一些他无法理解的事，说出一些他当时无法理解的话，就好像当初神派天使来告诉他你腹中的这一位孩子怎么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可是主耶稣的母亲也在这几十年中早就学到了一件事，对于主耶稣讲的话，即使我当下无法明白，我相信主耶稣的母亲这时候还不明白，他也不知道主耶稣 要做什么，即使无法明白，我就全心信靠他，他一定会做出他的回应来。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母亲没有情绪上的反应，他不是表达疑惑，他不是表达生气，他也没有献出平安跟喜乐，他只是很平顺的，很平顺的做什么呢？我们看第五节，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各位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不寻常吗？跟我们现在一般讲话的思维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话都讲得很八面玲珑很周到，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跟其他人吩咐，哎，如果某某某告诉你做什么你觉得合理你再去做，如果某某某指示你做什么你可以先想想看该不该做再去做。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建议？如果照我们现在说话的模式，主耶稣的母亲在第五节应该怎么讲？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若做得到或者想得明白再去做。大家听明白了吗？主耶稣的母亲不是这样讲的耶，这是一句近乎不合理的建议，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中间怎么省掉了要明白要想清楚要觉得可以做？因为如果讲了这句话很多人就做不了啦。大家听清楚了吗？如果讲了这句话说你们觉得合理再去做，就不会有后来的神迹啦。因为后来怎么不合理呢？各位想一想，现在我们换位思考，在心理学辅导上面叫做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一下，现在请在座诸位来担任这里面的佣人，宴席的佣人。我请问各位，今天假设今天教会办了一个婚礼，不管是在像疫情之前在教会里面办的，或者可能到饭店或餐厅去办的，那里的佣人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服务员嘛？请问服务员是要听谁的话？不是听那些班头跟经理的，就是听婚宴主家的话嘛？今天来的客人负责接待，一般不会听客人的指示，是不是？好，你设想你是一个服务员，结果突然有一个客人把你叫过去，你以为要拿果汁或者拿什么东西给他，结果他说我告诉你你们没有酒了，等一下我旁边这一位
没有还年轻三十岁的客人，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请问各位敬爱的服务员，你们会做吗？你可能叫我把菜端出来或者把果汁拿过来我会做，你叫我做其他的事情我会做吗？请问你们会不会做啊？你们都不敢摇头啊。是我不会做啊，我又是疯子对不对？我要听也是听经理啊，是听那个班头啊，是听那个婚宴主家的话，我随便听你客人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更何况这一位三十岁我很陌生也不认识的客人竟然叫我去做什么。我打一个比方大家都理解那心理的冲击性啦。比如说今天教会里面如果办了一场婚宴接办的话，不是疫情期间，然后有炊事组的弟兄姐妹在那边炊事，结果啊出到中间第五样菜，发觉说原来要蒸的鱼全部都还没杀，放在笼子里面全部是生的，眼看上不了啦，鱼也来不及处理啦，也来不及蒸熟啦，这时候大家会不会很紧张？应该跟这个时候酒用进来一样。结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个客人说，哎，你们鱼没有蒸熟是不是啊？来来来，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蒸鱼啦，大家去拿个、哦、所有的教会的服务人员都是拿着水桶拿着抹布去洗厕所，会做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吗？对，大家看这个事迹不要看得太快啊，你要想一想啊。所以这里面有神的运行跟感动，大家理解吗？这个神迹的成就，基本上这些用人也做了不得了的事情，就是有神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照着一个陌生客人的指示去做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事情，叫做你们拿着水桶去把前面那洁净的六口石缸舀满。如果是我会想说你起来乱的哟，这个时候没有酒了，你反而叫我们去顾那个洗手的事情，还要大家去挑水桶把前面的石缸给舀满。正常的人不会做，但是我告诉你，被神感动有神引导的人他就做了。所以这个神迹不只是主耶稣啊，这个用人起了关键性的角色，他们真的照做了。结果发觉舀满之后竟然他们所缺欠的全部补足了，变成上好的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认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可是当神安排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执行呢？主常常会要求人家去做一些无法理解还有眼看时势为难的事，这是小弟这一堂讲到的主要目的。这一堂讲到主要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我们不是常常引用旧约约伯记21:22吗？你要认识神，平安就临到你，然后福气也会临到你，对不对？认识神啊，神只有一位，就是我们这位独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他，他的神性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摘醒盖但还没喝到顶啊，不然我们的信仰生活会走得很坎坷，会想说明明我就这么敬虔，为什么遇到这种事？因为我们神的神性，他的个性就是很喜欢常常这样天外来一笔，很喜欢让人家惊讶，很喜欢常常安排或说一些人家乍看乍听不理解也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就发觉他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请翻开约翰福音11。因为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小弟就不念了。小弟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1:1开始一直到44，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大家稍微如果浏览一下，对圣经比较熟，就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在讲拉撒路复活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来，我留个5秒给大家思考跟看一看。这在讲拉撒路复活的始末，大家知道吗？这一件事情是多不合理，以马大玛利亚他们一家来看是多难的一件事，大家体会得到吗？好，我们继续来思考。我假设因为这是灵恩会嘛，参加主要是弟兄姐妹为主，大家应该对圣经的事例有一定的了解了。这里面耶稣、玛利亚、马大、拉撒路一家是很亲近的朋友，大家能够理解吗？虽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还没办法完全查知，但是从其他圣经经文的记载，
我们可以得知主耶稣跟这三位姐弟一家是非常亲近的。这三位姐弟是住在伯大尼城外一个特殊管制的区域，我在猜想啦，虽然没有写拉撒路得了什么病，应该是他们以色列人眼中不洁净的会传染的那种病，结果很严重啦。那主耶稣跟他们一家是很亲近，主耶稣很喜欢去他们家，所以其他的经文讲，我们看到描写是玛利亚就坐在主耶稣的膝前脚前，马大为主耶稣预备饭食，是不是？结果有一天，哪一天？到我们现在所看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这一天呢、啊？这一天，耶稣听到了消息，是因为这两个姐妹派人捎来口信，耶稣可能在附近不知道有多少距离的地方在做圣工，在讲道，捎来的口信是说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危啦。所以两姐妹的意思是怎么样？他们意思派人就告诉耶稣，不是只是希望让他知道而已，他们希望耶稣有所作为，他们带着这样的盼望，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可以做，让大家理解吗？好，各位试想看看，假设你们当中有几位或几户跟你们的注目传道特别亲近，也平常很照顾传道者，也常常为他代祷，也常常邀请他去你家吃饭，这个时候你心爱的家人病了，你希望让传道知道，这无可厚非嘛。虽然其实传道本身不一定能够做什么，至少传道来表达关心或者帮我们代祷，合不合理？结果这时候半夜发生这种状况啦，临时打一通电话给传道，哦，不要讲他好了啦，这样得罪他，那你要赦免我哈。好，我讲我好啦，假设我是注目传道，你半夜打电话给我啦，哦，半夜两点，来传道，来传道，哦，某某某什么事？我家人现在送到加护病房，病危通知。哎，请问这两姐妹送去的是病危通知，就是现在的病危通知嘛？那病危通知希望怎么做呢？这十几年我也遇到几次啊，不管是凌晨几点啊，我第一个冲到那边去，有时候我到的时候家属都还没到啊，至少我人要先到嘛，表达关怀啊。结果你们打到传道房来或在家里，我接的电话，哦，好，我知道了哈，我先睡饱再说啊。咔嚓，你们接下来做什么事？马上打电话给区负责跟总会，是不是？这个传道有问题。我告诉各位，还好啊，注目的是这个传道，不是耶稣啊。你现在看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事？两姐妹捎人口信去给耶稣讲了，你看主耶稣做了什么动作跟说了什么话吗？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主耶稣可以怎么做？即使他要在那边先把圣工完成了，他可不可以说你们别担心，我会处理？可不可以讲一句这种话？他有没有讲？没有。就好像我们当中很多人遇到生命中的难处的时候，主耶稣都没来告诉你说你放心，我会照顾你到底。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这么一句话，是不是？我们千祈求万祷告，就希望主耶稣开口安慰我，可是偏偏在我们人生最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等不到那一句话。不要作难，因为主耶稣最爱的这一家人，主耶稣也是这样对待他们。那主耶稣即使不这样讲，主耶稣可以怎么做呢？我问大家，主耶稣可不可以说，好，放心，我不用过去，我现在在这里祈求天父医治他。主耶稣可不可以这么做？啊，你们都没人点头啊。主耶稣可不可以这么做？好，那主耶稣如果当场就说我向天父祈求医治他，拉撒路会不会得到医治？会啊，你看大臣之子，对不对？还有那个意大利百夫长的仆人，不都是这样好的吗？去找耶稣，耶稣都还没过去，只是祷告而已，那个人就好了。结果主耶稣有没有对他们派来的人这样讲？啊，我现在讲一句话哈，主耶稣赦免我，但是我是要让你们，安尼有够艺术哦，这个团队人安尼有够艺术哦，我看你们会打不及格，什么话都不安慰，什么安排也不做，连代祷也没有，然后就说我们继续吧，他只是睡了。连他旁边的门徒都搞不清楚，时候到了，跟他讲说我们去吧，因为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他的门徒说那我们去跟他一起睡吧。你看后面的经文，主耶稣才说他是死了。大家有理解到我们这位神的个性吗？你要体会到我们这位神的个性，对马大跟玛利亚来说有多难，你晓得吗？主耶稣这么这样的反应，我请问各位，即使跟耶稣这么亲近的马大跟玛利亚，情绪上能不能接受？
都不太能接受哦。你们看后面的经文，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好，我们先看二十节。所以当耶稣好不容易几天之后才来啦，拉撒路都已经在坟墓里面过了三四天啦。二十节，马大听到耶稣终于过来了。二十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哎，如果照我们对马大跟玛利亚的认识，应该是谁第一个跑出去的？玛利亚。他为什么坐在家里，你知道吗？其实你平时跟耶稣越亲近越付出的，到了人生最难的时候，你越会在意。他是明显有情绪，我们再看他讲什么话。我们看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各位，我跟各位讲，这是标准的怨言。我设想了，假如今天教会职务会做了一个什么动作，结果弟兄姐妹来跟你讲，我跟你说啦，这不会啦，咋这样做今天就不会这样啦，请问这个算不算发怨言？以这种语法跟句型嘛，马大是在主耶稣讲说，你若早在这里，他就必不死。他后面那一句话是说，你至少在那边可以向神求吧，因为你无论跟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意思是你连求都不求，你也没有来，有点情绪哦，你体会得到哦。所以不只是先知跟我们同性情的，马大跟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是同性情的，大家理解吗？不止这样子，我们看，我们再看后面。好，我们看后面哈，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匍匐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果然是姐妹啊。马大一讲完这些话，发觉说：“我的妹妹没出来，赶快叫人去把她带出来。”带出来之后，玛利亚讲的跟姐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这是有一点情绪的话语。所以看到来三十三节，耶稣看他哭，并且他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生又愁。我们看三十五节，耶稣哭了。大家想一想，耶稣为什么哭了？我问大家了，有些人说是因为耶稣看见他们哭得很厉害，跟他们有同理心一起哭。我说不对。试想，现在再换位思考，换成大家都是主耶稣，换成你们现在都是主耶稣，来，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假设了，我做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恰当的比喻，假设有一个孩子，然后对你这个大哥大姐或家中长辈说：不行，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吃麦当劳。麦当劳现在没什么了不起啦，我是做比喻啊。他说我一定要吃麦当劳，结果你说不行，现在不能吃。哇，他一直逃，你一直不要，他开始哭嘛，伤心嘛。可是你说不要的时候，过了两小时，你刚不过来看他的时候，你的背后啊，记得啊，背后已经拿了一份麦当劳了。然后再看他那个孩子，孩子看到你，哼，我不理你，你都不爱我，不给我吃。你看到那个孩子哭得那么伤心，你跟他一起哭啊？你背后已经拿着麦当劳了，这样理解吗？你不会哭的，因为你知道等一下他就会破涕为笑。我讲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大家能够理解吗？大家再看一下三十五节，耶稣为什么哭啦？要体会主的心肠。耶稣是为自己哭啊。为什么哭？你知道世界上最悲情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你认为最了解你也最爱你的人竟然来误解你。大家有过这种经历吗？你认为世界上没有他，比他更是我的知音啦，更是知己啦。世界上所有人都误解我也好，只要他能够理解我也好，结果连他也误解你，你心中悲不悲戚啊？主耶稣在哭什么？连马大、玛利亚应该认识他的都还这样子，旁边的人就不用讲啦。耶稣是为自己哭，因为他知道等一下就要发生什么事啦。我问大家，你们认为耶稣知不知道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事？那知道他为什么还跟那些人一起哭呢？他是为这种状况哭的。其实小弟发觉，现在耶稣在天上也常常会这样流眼泪，因为他这么爱我们。可是当我们遇到人生非常逆境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跟这个时候的马大、玛利亚一样，好像主耶稣啊，你为什么不爱我，让我在这种处境之下，主啊，你在哪里？
你知道吗？当我们流下一声眼泪的时候，主耶稣在天上看见我们这样的祷告，已经流下了十声的眼泪了。耶稣哭了。可是这一切的不合理，这一切的作难，都是为了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发生，拉撒路出来。这为了证明什么呢？我们要注意，神的要求跟做法以人的眼光来看，常常很不合理，并且神也从不选人所以为那较容易或简单的方式来成就事情。但是这种不合理是个错误吗？不是，是因为主耶稣另有目的，为了证明主耶稣能行出天下人都行不出来的事情，他也不受事情紧不紧急、来不来得及以及受限制。主耶稣不只是生命的主，生死都在他的手中，他也是万有的主，他若愿意，万事都能行，也必成就，他是要证明这件事。可是我们的人呢，却受限于时间跟空间诸多条件，常常甚至在祷告里说，主啊，你再不做就来不及啦，那到时候做又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吗？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能够继续扩展？我们认为这一种不合理的遭遇，不是在圣经当中第一个有这种感受的。我们请来看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跟第三节，请看旧约圣经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跟第三节，旧约圣经688页，上面哈，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阿们。那我们看这四十二篇的作者，他是一个多么渴望神以及神恩典的人，他甚至问自己，问神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见你呢？这么一个亲近神、仰望神、盼望神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第三节对他来讲是一个毫不合理、绝对矛盾的信仰生活，因为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甚至旁边过去他那里邀请勉励他们要有信心的那些外邦人或者主内的同龄，都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过去有遇到一个执事娘，他过去邀请他的隔壁要来教会，要来教会，信神有平安、有喜乐、有福气。直到有一天他被验出来也是乳癌，安息日早上他要出门的时候，遇见他隔壁常常邀请的那一位，他的邻居问他一句话，你信到这样，你还要去教会哦？你信到这样，你还要去教会？你不是跟我讲教会你的神大能吗？有恩典、有平安吗？有福气、有喜乐吗？结果你丢人，我不丢人呢。意思是安呢。各位，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你要怎么去？像彼得前书讲的，先预备好你的答案，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呢？感谢主，那位执事娘带着温和的笑容回答他：感谢主啊，破病大家人本来就有的，更是安呢，愈爱去教会啊。越这样越爱去教会啊。当忍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敬虔者遇到信仰生活当中患难跟试炼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吗？这个时候能够度过的就是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决定要不要顺服神，即使你在看到了、感受到了全部是那么的难而且不合理的事情。刚刚今天小弟今天晚跟大家分享的三个事例，圣经当中的不都是很不合理的事吗？我们要记住，尝试是不够的，要从神的角度看事情。比起神，我们人的尝试很简薄，即使累积了千百年以上的经验跟知识，但是神是全知，他具备一切的知识，很聪明。很多时候从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会心想，主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不出手呢？有时候我们会抱怨，问神说，你为什么还不理会呢？你到底还等我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记住，无论我们跟神求过什么，如果只是因为我们眼看时势为难就认定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就会错失良机跟福气。我们既然认识我们的神以及他行事的风格是这样子，最后小弟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节，这个经节也是古圣徒遇到他不明白的时候神所赐给他的一句话。
我们请来看但以理书十二章八节跟九节，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十二章八节跟九节。在旧约1056页中间上面，1056页八节九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阿们。各位，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位古圣徒但以理，就知道神赐给他的智慧聪明超乎别人十倍以上，我一定比不上他。可是即便连这样的人有恩赐才能，有这样的智慧，主耶稣天上的神让他见到的他所求的意象，他还是有很多不明了的地方。因为不明了，他不是放着自己 不知道就好啊，他也希望神能够告诉他这其中的奥秘。结果最后神没有让但以理明白他所见到的意象，赐给了他这一句话。什么话呢？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我希望各位今天晚上以后，一方面更了解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遭遇，然后要看得透，要以神的角度来体会，然后你还要记得这四个字才离开会堂。哪四个字？你只管去。什么叫你只管去？神在告诉但以理说，很多事情我没有让你明白，你也不要担心，直到末时，如果需要让你明白，你就明白了。你不明白，你依然只管去，只管去，继续过好自己敬虔的日子就好了。该祷告就祷告，该吃饭就吃饭，该工作的工作，该休息就休息，该生病就生病，两脚该一伸，最后心跳停止，就这么做吧。因为时候到的时候，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主再次从天降临，我们每个人全部都要复活，那个时候自然一切都明白了。就像使徒保罗讲的，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看不清楚，但是到时候神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不一定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神没有这个义务。常常会眼看实在是难，可是只要我们保持信心，保持我们对主的盼望，不管难不难，我们就只管去，照着我们所领受的道理。最后就是像彼得他们几个兄弟一样，两艘船满满的鱼，甚至网快破了，船快沉了，有没有？最后他们舍下了这些鱼，舍下了这些船，开始跟从了主耶稣。又像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到了水变成了治好的美酒，又看到了马大跟玛利亚所经历的，即使再怎么难过，再 难以接受，再难以想象，他们的弟弟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了，我们也必会见到这么大的恩典跟神的作为。眼看时系为难，希望大家能够有所领受。以上见证，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赞美诗226首。